感觉下牙齿整排又松了，整排又松了，我看到那个大坝啊，那个大坝，好像才在左右摇晃啊，那个大坝啊，在左右摇晃啊，左右摇晃的时候啊。左右摇晃的时候，那个结构就松掉了啊。左右摇晃的时候，结构就松掉了啊，结构就松掉了。结构松掉了以后，结构松掉了以后，水啊，上下都在流啊，上下都在流啊，上下都在流啊。但是呢，那个坝的形状还在啊。松掉以后，水都在流啊，下面在流，上面在流，这样呢就上下均匀的流，而不是上面的流，不是上面的流，上面如光一个上面的流量的一个压力差挺大啊，很快就倒掉，哇，压力差，因为那个这个水面很高嘛，这边很低嘛，压力差就很大啊，但是那个一晃一个啊，一晃一个，上面也在流，下面也在流，上下都在流的话，上下都在流的话。那么对整个坝的压力就小了啊，压力就小了，就不至于提前垮掉啊，不至于提前垮掉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呢，慢慢，让那个上游的水往下游流啊，整个一个坝下面都在流啊，然后这样流呢，可以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埋起再处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。